自从来到武汉呢，早起就变成了一件幸福的事情。如果因为起晚而错过武汉的过早呀，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武汉话"过早"呢，就是吃早饭的意思。武汉的早餐呀，可以说是海纳百川哈。南北早点菜式在武汉这里集聚，又被聪明而好吃的武汉人呢，发展出了更多的花样吃法。这里的早点呀，可以一个月不重样。那今天呢，我们就去领略一下武汉地道的过早都有哪些吧。武汉人的一天从过早开始，大大小小的摊子藏在街头巷尾，随便一家店都有十几年的历史。今天我们就跟着宋主任一同去领略一下武汉地道的过早都有哪些吧。这些分别都是什么？这些像这一个是豆皮，算是武汉比较特色的早餐。这个就是我们在锅里面煎出来的。然后这一件的话，面窝，其实有点类似于油条，在油锅里面那种煎出来的，但是它的造型可以看出来比较特别。我们面前的这个就是武汉最主要的面食了，然后也是武汉人最主要的早餐热干面，这个也算是在全国比较出名的面了。蛋花，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啊？刚才宋主任在给我们介绍早餐的时候呢，他格外提了一下做饭的这个炊具哈，这个是不是跟自己的专业是有相关之处的？是的，是的。那在盘龙城出土的这些文物当中，炊具也有很多哈，像我们说的这些做饭的这种锅，当时都有吗？当时的话，吃的种类肯定没有现在丰富，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比如说我们做面条用的煮锅，这是肯定存在的。像油炸的话，在当时是不是存在我们不清楚，但是有另外一件比较特别的炊具，我们到时候可以一起去看一下。3500年前，商人的厨房里都有哪些炊煮器具呢？这些器具都是什么材质，又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带着这个疑问，我们来到了位于武汉市黄陂区的盘龙城遗址博物院。在盘龙城的那些炊具都在哪里呢？我们可以先玩一个小游戏，对应一下现在的炊具和盘龙城的炊具，您可以试着拼一下。哇，这个好难啊！比如说这个，宋主任给我出个难题，就是现在呢，这上面啊有很多的，这边是我们平时现在看到的一些炊具啊，对，这些呢就全部应该都是盘龙城时期出土的一些陶器吧，也有啊。然后现在让我要做对应是吗？对对对，这我哪知道？比如说我们挑一个立吧。这个在盘龙城时期是最常见的炊器啊，用于煮食物，便于提拿啊。这个像小象鼻子一样的是它的把手吗？对对对，真好玩，是不是很可爱？这个立这边有什么？碟子、刀、汤碗、米桶、水壶，这都不像是煮食物的呀。正确答案刚刚过去了，那就是这个吗？对对对，是包吗？对对对，电饭锅。我还在想说又能蒸又能煮的应该是什么样的锅啊？原来是电饭煲。这个盘龙城时期到底有多少种炊具呢？比如说我们现在看的茶壶、水壶、米桶、汤碗，这些都是有的，是吗？是的，是的。我们可以这边看食物啊。这些就是当时的炊具吗？是的。哇，种类好多呀。甑、眼、鼎、罐，他们都是做什么用的呢？在我们上面写的这些甑、罐、鼎这三样，在当时都是相当于煮锅。比较特殊的是这一件眼，它的上部分其实相当于那一跟那个甑，您可以看到长得非常像，而它的下部分是立，它是这两件器物合起来的一个组合体。在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素腰。那这个腰是做什么用的？在这个腰的位置有篦子，也就是类似于我们现在蒸格。当我们是蒸锅吗？对，当我们使用它的时候，这三个我们可以看它的足像袋子一样的，鼓鼓的，那里面是盛水的，
然后中间有蒸格，上面是放食物的。这样子我们在三个族之间生火的话就可以蒸食物了，所以说相当于当时的蒸锅。哎，那刚才我看到的那个就是那个电饭锅，就是啊，对，那个锅在哪里？在这边，因为它的数量非常多，所以我们这边有单独的展示。像这边是青铜的锂，您背后那里是陶锂。他们是有等级的划分的。对对，其实在青铜炊具发展到后来，它可能就是礼制性的意义更多了，所以现在对于青铜炊具，我们觉得可能就是贵族更重要的使用场合是在于就是宴饮啊，以及一些祭祀场合使用。我们接下来看到的这一件器物，在之前的考古发掘中从来没有见到过。哦，就是这个呀？对，这一件我们暂时定名为铜带判孤行器。那这个带判孤行器，它在这个比如说饭桌上来讲的话，它应该承担的是什么功能呢？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酒杯。哦，这还是挺有特色的一个酒杯哈。对。那在整个盘龙城出土的这些青铜器当中，还有哪些比较有意思的青铜器呢？例如我们现在发现的有商代早期最大的青铜钺，这件钺的长度有41厘米。另外还有我们目前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兽面牌饰，这件牌饰的话残存的长度有30多厘米，推测复原的长度可能超过60厘米。还有我们目前发现最精美的商代的铜提梁釉，它的提梁就是由草绳翻模而成的，所以非常的惟妙惟肖。而且整体来说，我们还有一个最有特色的，就是我们的出土青铜器数量最多。目前盘龙城发现的青铜器数量大概有500多件，是商代早期所有遗址中数量最多的。这么多这么精美的青铜器，它们是在哪里铸造的呢？早年间，学界一直认为盘龙城的青铜器是由中原生产王后输送过来的。直至2015年，盘龙城的考古工作者在小嘴遗址区发现了一处青铜铸造作坊，打破了盘龙城的青铜器是从中原流入的学说，证明了盘龙城先民是具备独立生产制造青铜器的能力的。前方呢，就是我们这个小嘴发掘区了。哦，是这条警戒线以内吗？对，这条红线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警戒范围，就是，防止一些普通的观众啊误入这个我们的考古发掘现场，保证我们这个工作的正常开展嘛。为什么会选择在这儿挖掘呢？之所以选择在小嘴这个地方呢，首先是基于我们早年曾经在这个发掘区南部采集到了一些石范，这个石范呢，就是直接和青铜器的生产有密切的关联。发现这个石范线索以后，我们在2015年前后呢，对这个区整个小嘴岗地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勘探，就是地毯式的搜索。然后我们最终锁定在小嘴岗地的东北角，也就是今天我们所在的这一片区域，开展今天的这个发掘工作。那发掘出来以后，有没有什么样的指征能够显示这里曾经就是一个青铜作坊呢？对，我们其实发现了比较多的一些多方面的一些线索吧。首先呢，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发掘区里面找到了大规模的灰沟，通过对灰沟的解剖和发掘，发现灰沟中出土了大量的有陶范的残块、青铜的冶金渣以及一些干锅的残片。发现这些东西，往往就暗示着在它的附近以及就在当地存在着这个青铜冶铸的活动。随后呢，我们又运用了比较现代的这个科技检测手段，也就是 XRF 这个荧光分析仪。通过我们的检测呢，我们发现在这些大型的灰沟里面的铜元素的含量要高出灰沟以外的区域几百倍以上，所以呢，我们就基本上可以确定在小嘴岗地东北部这个区域，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见的这个发掘区，应该就是古代的这个青铜作坊所在地。在盘龙城遗址博物院，我们还有一个发现，展柜中所摆放的冶炼青铜的原料全部来自一个叫做湖北大冶铜绿山的地方。
那里会不会就是盘龙城青铜器的原料供应地呢？青铜原料的开采及冶炼究竟是怎样完成的呢？柯秋芬，铜吕山古铜矿遗址保护管理委员会馆藏科科长，他将带我们去探寻这处古矿冶遗址。我们现在这个右手边看到的就是这个藻矿的指示植物啊，这个铜草花啊，就是这种紫色的花叫铜草花。你看，它这边是平的，这边是平的，这边长毛，像不像牙刷头啊？好像牙刷。我们也把这种花叫牙刷草。哦，哎，这个好形象啊，哈，牙刷草。对，还有一个谚语，牙刷草开紫花，哪里有铜哪里就有它。所以在这里有这么一大片的牙刷草，对，说明这个底下都是有铜矿资源。那以前比如说商代的人，他们来这儿找矿的话，也是会根据找这样的花来找铜矿吗？应该也会根据这个花来找矿的。太有意思了。很漂亮吧？很漂亮，很漂亮。牙刷草开紫花，哪里有铜哪里就有它。哇，这里就是整个铜矿的遗址吗？是的，你眼前看到的就是一处春秋早期的这个采矿遗址。根据这个碳十四对齐坑墓测得啊，其年代最早始于这个商代晚期，历经春秋战国一直延续至西汉，持续开采冶炼长达1000余年之久。也就是说，这里当年应该铜矿非常的丰富。是的。那像这个矿坑现在保存的怎么样呢？我们能从中分析出当年这个他们是怎么在里头采矿的吗？那我们就下去仔细的看一下吧。好，来这边请。好。哇，那我们首先看看这个一号点这个部位。那这个呢，主要是底下的一条这个平巷和这个芒井。古人呢，当时平巷和芒井是一个什么概念？能不能先给我们科普一下？平巷呢，就是在地下的一个作业的场面。经过支撑之后形成了一个水平的巷道，就称为平巷。那么平巷底下呢，往下延伸挖出来就称为这个芒井。芒井由于它是在平巷的底下，上部就见不到这个阳光。就是漆黑一片的，就叫芒井。对。对，然后平着走的这种通道就叫平巷。平巷一号点呢，主要展示的是一个平巷和芒井。那他们当时的作业方式是什么样的呢？就是通过竖井向下延伸，然后水平开采，就是平巷开采一层，采完之后呢，通过芒井向下延伸开采第二层。接下来我们看看古代的这个排水设施。哦，他们当时还有自己的排水。是的，三号点就是这个位置，排水槽、排水沟。铜鹿山呢，地下水位高，古代的这个地下开采深度呢，低于当时的这个水位线20多米以下。为了确保井下采矿工作的正常进行呢，我们老祖先呢，想到了在井下铺设这样的这个木质水槽和在这个水沟。水沟一般是在废弃的平巷底下挖出，而水槽呢，一般是连接两个平巷中间。您别小看这个水槽，它是用一根整根的原木对抛，然后挖空之后铺上去的，就等于是用木头的天然的这个半径圆形，对，然后做成了一个水槽。对对对，好聪明。这样积水通过水槽水沟很顺利的沿着一定的走向一定的坡度会移到一个最低点，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水仓。然后再用木桶绳索把这些积水一桶桶提掉出地面，完成它的整个排水过程。这里面有没有发生过垮塌或者是矿难呢？从我们这个11年的发掘这个历史看呢，我们在所有发掘过的遗址区里面是没有发现这个古尸的。这说明古人当时这个井下安全系数相对来说是非常高的。当然了，这个没有发现古尸也并不是绝对的说古人就没有发生过事故，但是小事故它是可以及时的这个进行清理的。所以其实古人他们用他们的智慧既保证了铜矿的开采，又保证了自己的安全。
这真的是特别不容易哈。是的，是的。所以您看啊，我们这个时期的矿井，它这个近端面是非常小的，矿工只能是爬进去，侧身曲臂的蹲在井下，或者坐在井下进行作业。因为这个时期它这个矿井结构呢是比较简单的榫卯式，就是你看榫头和锚眼穿透的，就两根立柱挖榫头，两根横木啊挖锚眼这样穿透。因为榫头小，抗压强度低，因此矿井的近端面一般只达50-60厘米见方左右。但是呢，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它的技术也是在不断的发展。到了战国至西汉时期，矿井它这个结构改变了，空间大小也改变了。跟随着柯科长的脚步，我们来到了展馆内一处采矿遗址的还原场景。现在我们来到了一处这个战国至西汉时期的这个古矿井，当然了，这个是这个1:1还原的啊。然后这个呢，我们看到是一段竖井。这个是可以通进去的吗？对，我们可以进来看一看。你看这个竖井结构呢，就是用这种大型整木一块一块叠加上去，所以整个这个竖井下来全部都是木头。所以说它每一个空间其实都是经过一个四边都要加固住的。对对对。那像这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它整个这个竖的枝杈等于是就做了一个固定作用，是吧？对，防止它的侧压、底压和顶压使它更稳固，保证这个井下的这个安全。我们接下来走一走这个斜井吧，来，小心头部。哎，这里好低啊。我们古人采矿的时候，到了晚期啊，他通过这个斜井，人上下的时候相对说就更安全一些。我们现在就上到了这个二层。哇，接下来我们可以到这里来看看刚才我们的底下站的那个位置。好，叫竖井，你看看，往下看，嚯，这么高啊。对，说实话，其实现在往下看的时候会觉得整个这个层高，我感觉就跟站在楼上大概2层、3层楼往下看的那个位置差不多哈。对，所以如果是底下没有这种像这种坚固的支撑的话，真的是很危险。那么多的矿工在上面，又要开凿又要挖掘，所以这个所有的这个矿坑，应该说它的功能最先应该是要保证它的安全。对对。在柯科长的介绍下，我们了解到3000多年前古人便就地取材坚硬结实的青岗栎木，以榫卯式结构支护起地下开采的生命防线。细看那纵横交错互为一体的古巷道，几千年来木支护架仍微微挺立，一副不可侵犯的样子。透过这些强有力的支撑，我们不仅看到了祖辈是如何在这一条条古巷道上匍匐掘进，更看到了中国古代青铜文化自此将大放异彩。经千辛万苦，铜矿终于被古人开采出来，下一步便要开始进行冶炼了。要想做到像盘龙城出土的青铜器那般精美，这中间还要经过多少工序呢？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看吧。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古代的整个一个冶炼的作业画面啊，我觉得很形象。当时的这个工人是不是就是要赤裸上身，因为太热了，是吗？所以喝水要抱大坛子。是的。那像这边是在做什么呢？这个是我们古人在冶炼之前的这个准备工序啊。首先呢，他用时针与时球把这个采出来的原生矿锤碎，然后用筛子进行这个筛选，最后呢再进行这个投量。就是简单的筛选之后就可以去冶炼了。对对对。这是他们的冶炼炉吗？是的，像一个大缸一样。是的，底下还有这种拉的，这是什么？这是鼓风的。风箱，送风的是吗？对对对对。那么这个炉子呢称为鼓风炼铜树炉。它这个冶炼炉主要是用高岭土、铁矿粉、红色粘土和石英砂这些耐火材料夯筑而成，它的高度达到1.5米到1.6米左右。所以它有一个简单的这个工作台。
那么矿工加料的时候是站在工作台上面从上往下加料，它的燃料呢就是木炭，这个木炭呢就是用栎木烧成的这个木炭，就用这个然后烧火就能够达到，在这个炉子里就能达到炼铜的温度了。是的，它的加料是有技巧的，就是先加一层木炭，然后再加矿石，再加木炭，再加这个矿石，是分层加料。把炉缸加满了之后呢，你看前方炉子的前方有两个洞口，上面这个洞口呢我们称为这个金门口。金门口有两个作用，就是开炉点火是从金门口这个地方，最后排闸放桶还是从金门口这个地方。底下呢是防潮沟，因为它这个冶炼炉呢就是在地面上建筑而成，所以它底下湿气呢会影响缸底的温度，因此古人把这个缸底下部呢掏空，然后用垫石给它撑起来，承受这个上部的这个压力。在冶炼的时候呢，通过两侧的鼓风口，就是以推拉的形式进行送风增压。当炉温达到1100至1240度的时候，再把我们刚才看到那个封住的金门呢，按从上往下的顺序依次凿洞排闸放铜，那它放出铜来以后是要怎么用什么样的方式把这些铜存储起来呢？我们当时发掘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没有发现它专门用什么器物来装这个液体。那我们分析推测呢，应该是底下呢挖一个小型的这个底坑，就是这个铜水流下来之后用冷水泼，然后再把它这个撬走，就变成一个一个的铜块了。对对对，叫铜锭圆形的。对，然后呢这些炼出来的粗铜还再运到一个这个政治中心去进行这个深加工，就是铸造成成品，就是精美的这个青铜器。虽然考古勘探表明铜里山采矿遗址最早始于商代晚期，但是有专家告诉我们，目前尚未发现铜里山与盘龙城之间有直接的联系，因此不能确定这里是否会是盘龙城青铜器的原料供应地。然而透过这处采矿遗址，我们依旧可以了解到古人令人叹为观止的采冶技术。接下来商人又是如何利用这些粗铜铸造出像青铜提梁釉、青铜圆鼎、青铜盐等一系列精美绝伦的青铜器的呢？这两件青铜器呢，是我们特别经过了盘龙城遗址博物院的许可，然后呢从库房取出来啊，为大家做一个展示。展示呢其实就是要具体请张教授帮我们在这种近距离的条件下带我们欣赏一下这个青铜器的铸造之美。那像这两件青铜器，它算是在盘龙城出土的比较精美的器物了吗？盘龙城有这么精美的应该还比较多吧。我们之所以说到漂亮，我们首先想的这是青铜器。我们中国的青铜器一个突出的特征，或者说和西方不一样的这种特征，就是快泛法的这种铸造，就是它有很多块泛在外边。首先我要做这么一个青铜器的时候，我先有这么一个模，在这个模上按这个几个腿这个地方去分别分出几个不同的泛，比如说这么一个圆形的器物往往是三块泛脱下来，然后在模这个地方再做回一个另外一个内泛在中间活回去浇铸出来。所以我们现在还有一个词儿叫模范。模范我们现在是一个词儿，其实对古代而言它有一个模和一个范，是两个不同的东西。那这三块分别是怎么拼合呢？是按照比如说一条足一个范，还是说要找其他的这种对称的结构？合范一定是在足的这个位置，否则的话这个如果是在一个足之间的话，这个范就脱不下来。那您说的这个范缝它具体在哪里？对，我们可以看得到。这是这个足，我们就能看到这个延伸上来。这是一个范缝。如果我们来现在看这件垒，然后从这儿一直延伸下来，对着这个镂空，我们范缝往往在纹饰这个区域里面看得到。所有的商代早期的差不多都是这样。
多派有专职人员管理，因此青铜绝对称得上是当时的国家战略物资。盘龙城先后出土有青铜礼器、兵器、实用器及工具等，共计36种，数量达500余件。在中国商代早期的青铜器群中，当首屈一指。狗不仅是现代人的好朋友，3000年前的人同样珍视。商代狗骨架的发现勾起人们浓浓的兴趣，它出自哪里？除了狗骨架，商代墓葬还给人带来什么新奇的信息？国宝发现即将与探访者一起一点点揭开3500年前贵族墓葬的秘密。